这个不像啊，这是你错。有个男同学不喜欢我，他觉得我长太丑，然后他就跟他什么事？跟大家讲说，如果有人敢跟我说话，就要打他。没有人敢跟我说话、啊。他是爱你吧 ？No， 他是超讨厌我的。那他现在应该，他现在应该后悔了吧？不然没联络了。看吧，得不到了吧？哎我操！他是干嘛？那个、他在干嘛？他是在抓交替吗？这个他算很俏皮啊，算蛮活泼的哈、哦。啊，龟派气功啊！龟派气功。啊好活泼哦！不行不行，我的妈！我这很厉害哎，不是，好恐怖、哦。这个牙，而且他的牙齿，我觉得他顶多只是牙齿，不是不是不是宝宝，不是不是，他头上有一个手在抓他头，那个是发夹，那个是发饰啊。没有没有，我们那时候练一下的时候没有这个。这个突然多了，这个它算流行哎，你看它戴，它其实流行，它算潮，有点朋克，嗯，有点潮，朋克少女的感觉。好，我们欢迎朋克少女，欢迎走哥。哦，完全不同人哎，这个不像啊，这是你，我啊。而且 you， 你可是怎么差这么多？你这时候 Are you kidding me？ 你这时候很操劳哎，你这时候因为龅牙哦，有去整，你有整牙吗？嗯，矫正，矫正吗？还是磨掉？我那个矫正龅牙，它进去，那要磨吗？我看很长哎，磨什么？就磨哦，有它会磨牙齿，它是龅牙，不是獠牙，磨什么磨啊？看牙人家还这个差好多，我那时候嘴巴都没有办法合起来，对，那你咬合不正，你这样这样大概差这么多。哦，那这样矫正要多久？我花了五年呢，一直戴着那个。嗯，这是高中吗？还是高中？那时候有人就有一些外号，外号称号一定有。哦，好恐怖哦！叫什么叫什么？我国中的时候被叫河童倒是不会了，河童是秃头啊。对啊，我以前发量很少，吓我一跳。其实不是发量少，是发旋。那小时候人家就想说，哦你有发旋有两个哎，你是秃头。发旋两个是聪明，是聪明，是聪明，而且脾气不好的，聪明。没有，我没有脾气不好，脾气很好。这个超这个就是在说，就自己说就不准，自己说不准。那还有呢？我毕业典礼的时候，有没有人叫你小夫？没有，小夫什么我要进来？我什么小夫？小夫不是小夫有一点，小夫是龅牙吗？他是嘴巴长吧？那有没有叫你牙叉仔？没有，牙叉仔，我的牙叉什么？牙叉叔，牙叉叔啊！牙叉叔，你没有看到黄飞鸿？黄飞鸿，黄飞鸿，黄飞鸿第一，哦，他这个脸型完全变了。师傅，十三亿被绑架，师傅。那种他们，你小时候不喜欢拍照？我不喜欢拍照，就是因为牙齿。对，戴牙套有没有想过放弃？因为我是放弃过。你戴过牙套？有，戴多久啊？哦，你牙齿不整齐。半年。我也戴过、啊。日本人牙齿不整齐。我们都戴过啊。你也戴过？我戴，我国中都戴过。我看不出来，我真的有戴。我以前脸是圆的，结果现在戴了之后有牙周病。不是，因为矫正牙齿它会拔牙，然后呢，那时候我也是门牙比较出来，拔牙然后缩进去，所以你的脸型会变尖。会变。所以那时候比较圆。现在就变尖了，我去矫正了。对，你可能不是牙齿的问题。所以你有想过吗？没有，完全不想。为了美啊，女孩子为了美怎么可能会放弃？真的每次照镜子都觉得很想死，因为觉得长太丑。没有到丑，不要到这样想。对啊，你其实没有到丑。你怎么这样想呢？你这样想，张立东怎么办？对啊，我国中被霸凌就是因为我长得丑哎。谁霸凌怎么样？霸凌是男，有个男同学不喜欢我，他觉得我长太丑。然后他就跟他什么事？跟大家讲说，如果有人敢跟我说话，就要打他。没有人敢跟我说话。他是爱你吧 ？No， 他是超讨厌我的。那他现在应该，他现在应该后悔了吧？不然没联络了。看吧，得不到了吧？得不到了。哦，这个转变很大。OK， 那你现在这样应该自信心也恢复了，然后呢，男人缘也好了吧？应该吧。桃花有，当然是比以前好很多了。嗯，现在多少人在追你？没有没有，我是那种恋爱绝缘体，我是凭实力在单身的人。凭实力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人跟你搭讪就打死这样。对，一有人搭讪我就说，我不做酒店，然后就走了。这不是搭讪，这什么搭讪？这什么啦？对啊，什么？你干脆回答他一个，他还没讲话你就直接拒绝他。不然就是说我在讲电话，不要吵我，我就走了。你不想谈恋爱还是？不是，因为我会觉得很奇怪。奇怪，不会啊，你没有交过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打波是过瘾的、啊，变态叔叔。所以你怪怪的。所以你没有交过男朋友吗？没有。有，我交过。那有受过伤？
受过伤，很严重。从此以后再也不想。不会啦，你不能。受过几次伤？有两次比较严重，一次有一次劈腿，嗯，然后另一个就是他跟我讲说他要回他的家乡在南部，然后他就走了，人就消失了，然后电话也没有办法通，直接就蒸发，消失，就不见了，蒸发了。你们有吵架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吵架。就好好的，无缘无故。那个时候，你已经改，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吗？是现在这个样子，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可能啊？他是怎样？他跟你吃完面，哎，我回家一下，再见了。没有，我后面发现他有一个 IG 的小账，然后我看到他那个小账大头贴是他跟一个女生，那就是也是你了。对，那我不知道有这么好的，所以这两次就在你内心当中有阴影，落下一个非常的很深的痕迹。你这些事情发生几年？这两年发生的吧。你什么星座的？水瓶座。水瓶座一般不会啊，我认识水瓶座是蛮花的。不，因为你是水瓶男，水瓶水瓶应该很快。水瓶女，这时候我跟你讲，厉害的来，水瓶女会怎么样？水瓶她比较专情。哦哟，然后呢？如果让水瓶女爱到，其实是一件幸福的事情，因为被她爱，被她爱到是一件幸福的事情，因为她比较温柔，然后比较会照顾另外一半。那水瓶男呢？水瓶男哦，就不好说。孤独终老，孤独终老，水瓶男就是你，是不是？还孤独终老，是不是？然后有椎间盘突出、筋膜炎，还要做复健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我啦，那是狮子座，狮子座，对，好不好？水瓶座是哦，真的伤你很重。嗯，所以说你认为你多久，你才会恢复？我觉得要真的遇到一个对方不嫌弃我的任何，你有什么好嫌弃？对啊，你哪部分要嫌弃？请问哪一部分要嫌弃？很多哎，说卡杜也很可爱啊，对，讲话很直接，车对，直接啦。你刚刚是想讲到八的意思，直，因为我讲话太直了，很多人都说这样不行。可是我会觉得说，这样就代表我没有任何心机啊，对了，不是吗？是你这样可以吗？你没有在听，对不对？放空，放空，录节目放空，什么事？我的赖帕结束了，我很幸福了。可以。觉得讲话这么直的女生可以吗？我觉得还是要看，就是场合。这个是在剧组待过的，果然是知道这个夹缝中如何求生存。那没关系啊，就是那 OK， 那你现在这个牙齿矫正了，也恢复自信了。你现在你的梦想是在大面唱歌？对。哦，要唱哪一曲？我今天要唱《Let's Dance》。那个500老师的，好，哎，哦哟，想见你的那个，唱我好朋友的歌。我知道你不是开 Live House 的时候请500老师去吗？哎呦，你有年龄了，我有在 follow， 我在 follow， 我在 follow 一个这么酷的新闻。那今天要来一个 Last Dance， 对，来请你。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。可以慢慢滑进我的心怀，舞池中的人群渐渐散开，应该就是现在你给的爱，无助的线很舒服，好棒，很有磁性，疗愈性。请问一下，你恢复信心多久？你说我在唱街头开始吗？就是你开始愿意唱歌多久？四年。你从小就会唱歌吗？从小就很喜欢唱歌，从小就唱那么好吗？可是不敢表演，但是就唱那么好。没有到很好，这还不好。对，你这还不好，你这比很多歌手都好。你这样还不好，那他要干什么？因为我
我的声音比较低沉，对，然后比较沙哑，但很有磁性，很有磁性，这很有味道，很有情感，选对歌路就会很厉害。有的时候，你像我去酒吧驻唱的时候，其实很多酒吧喜欢的不是我这种声音，他们喜欢的是比较欧美系的。啊，比较有那个力量，比较有油条一点的那一种的啊，哦，张立东那种，对对对，张立东唱首歌呗，去，所以太油太不一样了，所以，哎，唱得好哎，他好听，真的很好。现在有在街头表演？对，我礼拜三跟礼拜六、礼拜日都会有在街头或是在驻唱，大概在哪里？如果是街头的话，可能西门町或信义香堤大道，然后如果两个地方没有的话，可能就在地下街。OK， 哇，所以这三个地方啊，看得到，看到就要打赏啊，真的，什么打赏？要打赏，要打赏，要打赏，要打赏啊！驻唱打赏。驻唱的话，我现在是固定在新庄跟芦洲的酒吧。哦哟，哦哟，出了味了，哇，真的好哎，唱歌真好听。希望有一天可以来台北市的酒吧住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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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来。可以，马哥为你开一间，马上开。因为我已经老了，我没有办法再开了。哎，他真的好棒哦，他这声音真好听，嗯。